现在是7月3号的晚上，我们第三天结束了。然后今天呢，起床后阳光明媚。哥，朋友们，哥，哇！来，好，这个哥说了，注定是完成很多任务的一天。今天在那儿做了一天的锡纸碗、锡纸盘子，顿时觉得自己跟妈妈一样。但是来做这个帐篷的时候啊，又感觉自己跟一个非常有冲劲的年轻的小伙子一样。然后这也是我人生中搭的第一个帐篷，看到它改造成功真的非常的开心。然后今天就是睡在这里的第一晚，非常兴奋，然后感觉每天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。参与着不同的事情，完成着不同的实验。点火的方式有不锈钢勺子聚光生火。等一会儿头晕了。yeah. 每天都能学到东西，这个是我最开心的。那希望明天第四天依旧能学到更多。然后明天还有飞行嘉宾，然后也很期待飞行嘉宾到我们这个岛上之后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。好了，现在该睡觉了。那我这个 vlogger 正式结束了，拜拜，晚安。